你乐的姐姐啊，一杯你乐够呛，乐够呛，就背着，天就背着，哎，你唱，三弟，啊，哎，一个唠嗑唠一个，唠十块钱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啊，唠十块钱的。出牙了，给扯牙了，这牙出来了，咧咧歪歪的，出牙了。好久没看他们游泳了，二哥也可以往前游了。正好爸爸也下班了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！这洗澡又把衣服整湿了。大哥也出来了，下课了。我老公非要吃肉，正好这，哎，往这边过去走。正好楼下有一家烤肉，他们都以为他俩是双胞胎呢，说长得太像了。哎呀，你是狗啊，小狗啊，这小狗这是。韩国这种烤肉店真的很多哈，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，在很多电视剧里都有出现过。炭火，刚才还挺好，就是又干起来了。今天来这家烤肉店的话，就比较厉害的小菜啊，这个是大葱拌的酸辣酱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类似意大利面一样东西，这个比较狠一点是洋白菜拌酱油，这个呢就是没有切丝的大葱拌的辣酱，萝卜，看一下五个小菜，狠不狠姐们你就说吧，这个叫海云台。什么碳生排骨，我爸这个咋吃啊，这么大、啊、哎呦这么大一大坨，哎呦妈，跟那个肉一起我说吃，那这个干啥的啊，整这些葱干啥呀，这也是整好几个葱、他自己都理解不了，估计你这真这个大葱挺好吃的呢，这啥酱啊，这是不会吃啊，吃坏的时候吃这个，对啊，你的鱼肉可怎么过，对啊，韩国人真是这是啥都不可以往吃去，但是还挺好吃，这么吃你说这玩意儿，我点了一碗饭，妈老大都吃了，然后老公说他们也得偶尔在饭店吃饭，不能老在家吃饭，真能整，点了个大酱汤，感觉很好喝，哎呀放了牛肉的，我去，多少钱？八千。是你的玩具，这是你的玩具。奶奶给衣服穿倒了。这还整了，谁也不知道。这没有老实时候，抱他一会儿，那家伙的上蹿下跳的，要站着，要坐着，要趴着。踢脑袋。吃衣服去了，又去吃衣服去了，没有他不吃的，跟你出去跟你乐的，哎，这玩意儿真好玩，你说说，整几个玩儿啊，整几个玩儿啊，儿子，哎喂，你不愿意让你亲，你烦死了是吧？哎呀哎呀，扑他。扑他儿子，扑他！一边俯卧撑往前走呢，哎呀，就会爬了，往前挪呢。哎呦，看，俩脚支起来，然后往前挪。